今天给你们看一台卷到有点夸张的显示器，来自蔚来视野的 RS 100 Pro。光看它这个做工以及颜值，我觉得放到1800价位就有点超模。背部自带炫彩灯带，黑白搭配，包括支架的圆角过渡设计，处处充满细节。除了电竞感，还强调了科技感。而且它的面板更是1800价位的顶中顶，基础参数就很夸张。27寸 2K 分辨率 Fast IPS 面板，刷新率高达240赫兹，并且最大亮度达到了700尼特。搭配动态 OD 调教技术，实现1毫秒极速低延迟。兼容多种主流游戏，在色彩表现方面 ，RS 100 Pro 支持色域缩线，拥有98%的 Adobe RGB、98%的 DCI-P3 以及100%的 sRGB 色域覆盖。这个色彩表现放到专业显示器上，其实也是很不错的水平。并且啊，你还能开启 HDR 真彩特效，进一步提升画面动态范围，并能针对 Win、Mac 系统提供不同的色彩调教方案。带有 Type-C 接口，能实现最大90瓦功率供电。除了是电竞品，也是一块专业品。综合来看呀、蔚来视野 RS 100 Pro 在1800价位的产品力还是很强的，面板素质强悍，做工以及 ID 设计出色，无论游戏玩家还是设计用户都可以考虑考虑它。